各位在4月30号礼拜，我们再一次来到了新庄棒球场来观赏今天由富邦将迎战统一狮，我们本周主场3连战的第一场比赛。是的，在明天呢，也是我们在今年上半季第三个主题队专为我们女子所设计的好好主题队，也是富邦将是在今年上半季首次来穿上我们的主题球衣来出赛，所以我相信各位很多汉江家人已经有到我们汉江的商品旗舰店来购买新的球衣。当然，我们在最近大家非常喜欢的粉红球衣也再一次的补货上架，所以请各位呢，好不好？在赛前、赛后、赛中呢，欢迎可以去我们的商品旗舰店来逛逛。那当然，在赛事开始之前，也准备来跟大家讲一个好消息，所以请全场所有汉江家人来一起看向我们的大荧幕来。I'm gonna hold on to the